以前。被打吗？还有。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结婚的话，你就可以脱离你家了。唉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们又没钱。我会努力赚很多很多钱，娶你过门。你要相信我。好。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人还不错，当然会结婚呢、啊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家了。我已经受够我妈了。好，加油。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我要去赎我老公，他在警察局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打电话来叫我马上去赎他，可是我手上哪有500块那么多。你可以不可以先借我？没问题，我今天刚领了薪水，别伤心了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谢谢你。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找工作？你到底要我释放多少次？你捞骗人被抓，又帮人做保，欠钱，我们哪有钱帮人家保啊？刚才我赎你出来的钱，还是跟军会借的，你为什么就是讲不听啊？哎呀！你以为我什么捞骗人？我是正正当当来做生意啊，朋友啊，有难啊，我们没有帮他的话啊，我是很不讲义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义气？你这样做只会害死你自己。你欠钱，我来找钱帮你还，你知道你在拖累我吗？
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好好做工？这些那里是我们人做的工作，又不是我做的，又赚的钱又这样少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做大生意的，这些东西我不做。够了！你为什么每次都讲不听？你这样的行为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你走。哼，走就走了，这样也好。我出去闯一闯，我赚大钱来给你看了。Hello， 找谁？李传道，有什么事吗？来我家探访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是不是我家孩子在教会捣乱了？啊，那好吧，星期六可以。好，再见。门，妈姐，怎么了？我们被锁了。啊？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懂，刚出去的时候发现我们被锁了。谁锁的？谁锁的？我。谁锁的？一定是他们锁的，一定是他们干的好事。那我打电话去找人。哦，赶快，赶快！我们被锁了。
晚上，我还是决定搬家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不如报警好不好？不，我不想再惹麻烦了，只要搬家就行了。那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意思，我会帮你们找房子的。嗯，谢谢你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！老公，你干什么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！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将自己的爸爸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我去确认一下。哎，老公，等一下。啊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这是以防万一，如果真的是我老爸怎么办？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要见他。好吧。你走慢一点。哎，老公，好像真的是我爸哎。确定了？应该没错。真的是我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看我快点打给阿三。喂，阿丽啊，啊？你不要紧张，你再说清楚一点。什么？啊？你真的看到他？在哪里？好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你等我，你再说多一次在哪里？爸，爸，是你吗？阿三啊，啊，是是是。老婆去世了之后，那么我又发现到这边长了一粒东西，那么有时还很痛。那你有看医生吗？
没有。为什么？没有钱。那么如果是说我要去看医生的话，那么这边当时也有谁来付？如果我还有四个孩子呢，如果是真的验得出我有什么病的话，那么不晓得孩子怎么办。爸，你先别担心这些，我看我明天来带你看医生好吗？不要紧了，不用真的不会麻烦爸，无所谓的，我明天来带你去看医生，因为我现在要赶回去做工，可能明天我再回来好吗？好爸。对了，给我20块的炸香蕉，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学生吃。好好。血压一切正常哦。上次有照了那个 X 光的图，发现到呢，你的这里呢有生了一个瘤，已经是第四期了。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吗？已经是无药可救了。好，谢谢你。爸爸患了末期的癌症，你要不要去见他？不要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如果我要见他的话，早到那时你说遇到他后就去见了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因为答案永远只有一个。妈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会把爸爸和他的孩子带到中心去住，方便我照顾他们。什么？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很不方便吗？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妈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相信耶稣让我遇见爸，耶稣也会保守我的。而且我想让爸爸认识耶稣。唉，那随便你吧，你自己去处理。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爱与饶恕的信息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爱人很容易，但要饶恕一个人却是很难。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曾深深伤害他们的人，也就因为伤害太深，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，以致要打从心里去饶恕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曾遭所爱的人伤害，在心里面一直都无法释怀？是不是一直想起这个人，你就会咬牙切齿的憎恨？我很明白你们的感受，可是你们还记得耶稣是怎么被人钉上十字架的吗？耶稣有做过任何一件错事吗？耶稣在这世界上从未犯罪，反把天国的好消息传给每一个人。
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接纳他，欢迎他，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不爱他的人而受打击，放弃传讲爱的信息。耶稣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好人或坏人，他都喜爱。可是结果如何呢？他被人冤枉，被鞭打，甚至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。现在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为耶稣打抱不平呢？是不是觉得这些人不可原谅呢？觉得耶稣应该恨他们，甚至可以不要给他们救恩，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无法去原谅那个带给我们伤害的人。你想，耶稣一定也是这样吧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耶稣并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反而说了一句话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出于爱，耶稣爱他们，所以他选择饶恕他们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伤害你们的人，他所做的他也不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难想象，但是他们都不认识耶稣，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他们的生命也没有盼望。想一想，你所受的伤害有比耶稣的大吗？他既然选择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放下呢？妈，爸爸现在在住院，你要不要去探望他？因为医生说他的情况不是很好。阿们。Hello， 请问是林弟兄吗？想请问你，等一下能陪我去看我的前夫吗？我希望你帮我把福音传给他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现在情况怎样了？什么能够帮助你吗？没有，谢谢你。兰迪，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做的错，你可以原谅我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我也不想再提起了。今天在教会传道教了我一样功课，就是爱与饶恕的功课。你和我都不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们才会犯错。最难的功课就是要去爱自己无法饶恕的人。
但通过耶稣的爱，你做到了，你学会了，而心里的那根刺也随之消散了。是的，谢谢你。OK， 好好好，好，别摇了哈，你会把外婆摇倒了哈。啊，那我们先上楼了哈。妈，妈，妈，看你的时间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坐，坐，坐。你喜欢拿到什么礼物啊？喜欢拿到七十万，飞机。哦，飞机哈，那么还有什么礼物呢？机器人，哦，机器人通啊，你真是厉害耶！希望你有 lucky 哈，能够拿到这些礼物呀。就这个片，伊是我要伊啊，所以是吧？这夜查某家里哩录音，看两个姐，但是我看我先去。我本把路在接，你要说你自己叫好，你也保护我人，你又救我人，我就是，那这老米老米把它讲归我，做人就好嘛，能干的可以搞，既然我这几十回不够干了，都是苦了，我已经平安了，应该是够材料，应该是保重，本来想带你来录的，你们没有时间来搞话，我先录好先。这几年来，对不起你，让你很原谅我，结果我发现我这个身体已经承受不了，所以提早录下来，你来看，人家对你哭了，你想你来。你是否忘不了受的伤害，想起时泪就会流下来，经过许多年始终不明白，心里的怨恨未曾离开，恨能引起一切争端，爱能将所有过错掩盖，只要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就永远存在。遇见爱，才走深的爱，一切伤心回忆将会掩埋。哪怕受的伤生路遥寒，懂得去爱，就会明白，终于明白，唯有原谅能让你生命重新再来。